这就是录音娃娃对吧？我跟你警告过呀，别想骗我，敢问想出卖我，警告你，你是不是想骗我？把对你开枪的代志讲出来，用录音证明我就是凶手，对不？没有啦，我连鬼死个明明白白的。别记把我的水拿走。嘉玲的行踪明明就不好，那也当作剧烈运动。那个娃娃真正有问题，想袂到菲菲还是出卖我。我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我过来去找小雪。我会记你嘉玲重情的所在，不是伫个乡。你想啥物话要甲我讲？这就是录音娃娃对吧？我跟你警告过，别想骗我，敢问想要出卖我，警告你，你是不是想要骗我？把对你开枪的代志讲出来，用录音证明我就是凶手，对不？没有啦，我连鬼死个明明白白的。别记把我的水拿走。嘉玲的行踪明明就不好，那也当作剧烈运动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